嚟到最後四個例子，咁係比較深一啲嘅題目嚟嘅。咁呢度咧牽涉到咧就係有兩條嘅恆等式啦。咁第一條咧就係 a 三次加 b 三次等於咧 a 加 b 啊，記住跟翻嘅呢度跟翻加嘅。咁然之後咧就係 a 二次減 a b 加 b 二次 ，OK。咁第二條咧就係 a 三次減 b 三次就會等於咧。A 減 B A 二次加 AB 嗱係調翻轉咗嘅 ，OK？ 但你記住啦，公式咧背啲啲就即係錯噶啦嚇，背咗九成都唔啱嘅，要係完全準確你先至係攞足分嘅啫。咁好啦，譬如話去到例子二十一啦，咁 A part 嘅時候一開始 AB part 都唔係難嘅，咁你都係咧跟翻個程序去做啦。咁首先咧就係、是、有冇嘢抽咧？八同廿七就擺明冇噶啦。咁啊而家。8x 三次啦，加翻27咧，就去睇翻應該係一嚿三次嘅嘢加第二嚿三次嘅嘢。咁呢個咧就係 2x 嘅三次，呢個係3嘅三次。好啦，寫翻出嚟咧就係變咗咩咧？嗱，寫出嚟嗰個位咧其實係有啲技巧嘅。咁佢變咗 a 加 b 啦，然之後咧嗱照背下 a 二次減 ab 加 b 二次。我反而咧著重呢個位置，因為咧你第時學嘅所有嘅公式都好啦，其實咧你係好需要識得呢樣嘢嘅，就係將所有嘅代入嗰個步驟咧，幫用啲括號幫你。咁譬如話今次咧，我知道呢個係 2x， 呢個就心目中嘅 a 啦。咁呢個咪 a 加 b，a 二次減 a 啊，真係寫咗 a 添，減 a， 跟住就 b， 跟住加 b 二次啊嘛。咁另一方面咧就係去到 B 咯喎，呢個係 B， 咁你就 B 啦 ，B B OK 啊，咁你可以背嘅 A B A A B B 咁樣都得嘅啊。咁最尾咧寫翻靚佢，因為咧括號裡面都要寫翻靚少少 ，2x 加3啦，後邊就係 4x 二次減去 6x 加翻9，咁呢個就完噶啦。咁然之後到 Part B 啦 ，Part B 就216啦，減去343個 P 三次。咁216咧，其實就係、是你唔熟嘅，因為啲 number 比較大啊嘛。咁所以你可以咧就去用計數機撳一撳啦。咁啊216啊，佢咩咧除以4咁會點咧？咁其實咁啊又唔得喎。咁216咧就除翻2，咁你可以不斷除2嘅，咁啊不斷再除2啦。咁所以就係、是、應該係6嘅啊，216除翻6啦，咁啊變咗36啦。咁所以佢係6嘅三次啊。咁你不斷估佢咯，係乜嘢嘅三次咯？咁呢個又係一啲嘅三次啊，三四三又比較大啲喎，三四三咧會唔會係七咧咁樣嚇？估啦啊，咁應該係七嚟嘅。咁啊七 P 嘅三次，因為佢來來去都係三四五六七咁樣嘅啫，就好少我真係非常大嘅，因為三次方如果個 number 本身太大，再三次其實就非常大噶啦。咁啊，然後就係用公式，用公式就係咁啦 ，A 減 B， 然之後咧就係 A 嘅二次加 AB。加翻 B 嘅二次，加翻 B 嘅二次 ，OK， 好啦，擺嘢落去咯。紅色呢、這個係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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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跟住咧個 B 就係七 P 七 P 七 P 七個 P 咁樣。咁所以啦，最尾寫翻兩個答案就係咧六減七個 P， 然之後就係36。7×6=42，加去42個 P， 加去49個 P 二次 ，OK， 呢個係 Part B，Part B，OK，、okay? 好啦，然之後跟住咧就係例子22咯喎，一樣嘅啫，咁就係咧27個 X 三次，減去125個 Y 三次，等於咧括號三次減去括號嘅三次，咁變咗呢個係3個 X。呢個係5個 Y， 咁呢啲27比較熟啲啦，係咪？咁125都聯想到5啦，正常嚟講。咁啊，又係背翻式啦，括號減中括號括號嘅二次加啊，記住係先減後加，減就跟翻減，跟住後邊就加噶啦。括號括號加括號嘅二次嚇、啊，好似咧就係、是、之前學嘅不等式咁樣。但係咧最慘就係呢啲啦，即係好似，但係佢事實上係爭啲啊嘛。咁一爭啲咧，其實就～啲嘢唔同曬㗎啦，最尾咁最尾又係啦 ，B 呢個位咧5Y 擺落去，5Y 擺落去，咁變咗咧就係3X 減5Y，
呢個就九 x 二次加三一十五就十五啦，個 x y 加去二十五個 y 二次 ，OK 就變咗咁。好啦，然之後去到廿三咧，例子二十三咯，負八負六十四，嗱小心啲呢樣嘢，八同六十四肯定係要抽嘅，咁所以咧我建議你一定係抽咗先噶啦，仲有個負添，咁所以咧應該就係抽咗個負八，得翻咧就係一，記住係加。負六十四除以負八係得翻正八嘅 m 三次 n 三次，要咁做嘅。如果你唔抽咗出嚟咧，我話你知你最尾咧，其實你要喺每個括號裡面再抽嘢出嚟咧，係相當之困難嘅，所以盡量唔好咁做啦。咁呢度咧負八啦，然後呢度你都好清晰咧，就係括號三次加去括號嘅三次嘅。咁呢個一嘅三次啦，呢個係二。m n 嘅三次啊，八就係變咗二乘二乘二啦。咁跟住就係估到嘅啦，其實都係嗰啲數字嘅啫，來來去都係嗰啲數字。咁等於負八，中括號嗱背式咯 ，a 加 b， 跟住咧就係、可能要大括號啦，中括號括號二次減去括號括號加去括號嘅二次。咁你記住啦，呢、這個加第一個就一定加嘅，跟住就會減嘅，會出現一次減 ，OK？ 咁然之後咧，呢、這個一，唔知係呢個一啦，一啦，一啦，然後呢、這個二 mn， 咁呢個二 mn 啦，呢、這個二 mn 啦，呢、這個二 mn 啦 ，OK？ 好啦，咁跟住咧變咗做等於負八括號一加去兩個 mn。跟住咧，括號一減兩個 mn 加去四個 m 二次 n 二次 ，OK？ 呢個係 final answer 啦。咁如果你一開始冇抽到個負八咧，其實幾麻煩噶，佢會喺曬啲負八會拆散曬喺入邊嘅，你要再抽出嚟咧係好易錯噶，所以咧我唔建議同學你咁做。咁啊，記住啦，個步驟就係有嘢抽先抽咗出嚟先，嗱呢個係好重要嘅。好啦，然之後到最尾一條啦。x 三次減去廿七個 x 減 y 嘅三次，嗱記住唔好拆散啲嘢，盡量咧就係keep 住佢有個咁嘅三次，都係擺明考你呢一款噶啦。咁所以就係括號嘅三次啦 ，x 三次減去中括號廿七變咗係三嘅 x 減 y 嘅三次，變咗咁。好啦，然後咧辛苦功夫啦，今次就真係一開始嗱有啲嘢相加，雖然有啲嘢相減啊。有啲嘢相減，因為佢減啊嘛。然後大括號，跟住咧就係呢嚿嘢嘅二次啊，加呢嚿嘢同呢嚿嘢，再加最尾一嚿嘢嘅二次。嗱，好多括號啊，因為咧你發覺佢個 B 好大嘅，呢一個咧後邊嗰個心目中你嘅 A 嘅三次減 B 嘅三次，個 B 咧係好大嚿啊。所以擺落去嘅時候要小心一啲。咁好啦，咁你擺落去啦。咁呢個 x 啦，呢個咧就係三 x 減 y，OK？ 咁啊，寫得慢啲啦。呢個 x a 嚟嘅，嗱 a 係冇事嘅 ，a 係冇事嘅，係個 b 啫。個 b 咧就麻煩啲，三 x 減 y。咁呢個三 x 減 y 啦，跟住咧三啦 ，x 減 y 啦。三啦 ，x 減 y 啦，主要咁。好啦，變咗做咧就係x 減去三個 x 加去三個 y， 然後啦 ，x 二次 ，x 二次加去嗱呢度拆啦，慢慢拆，都真係要小心啲啦嚇，小心啲咁拆啦。因為都幾煩下嘅後邊嗰嚿嘢，使唔使拆？要拆，因為咧你拆散曬之後變咗 x 二次同 y 二次咧係可以化簡啊嘛，所以呢度咧就係三個 x 啦，呢度我哋慢慢拆啦 ，x 減 y 啦，好啦，後邊變咗九咯喎，三嘅二次九啊嘛 ，x 減 y 嘅二次 ，OK， 好啦，前面呢嚿嘢 x 減三 x 就變咗負二 x， 寫翻靚啲啦，三 y 減二 x 就會靚啲啦，好啦，後邊咧話又有 x 又有 y 嗰啲咧，嗱你係都要慢慢拆噶啦，咁變咗咧 x 二次啦，加去三個 x 二次啦，減去三個 x y 啦，
後面加去九，跟住咧就係、是、x 二次減去二 xy， 再加翻 y 二次。OK， 好啦，咁跟住咧，最尾寫翻靚佢咯，就係、是、等於三 y 減二 x， 後邊呢嚿啦 ，x 二次加三 x 二次，嗱，再睇下有咩 x 二次先，呢度一個、三個、九個，加埋咧就係、是、有十三個。OK， 好啦，xy 咧減三 xy， 再減多十八，就變咗減廿一個 xy， 最尾加去九個 y 二次。啊，咁呢個先係 final answer。係有啲難度嘅，有啲煩嘅，咁但係咧放心，考嘅機會唔高嘅，咁當係自己去進心一下啦，對於新嘅數。